进来吧。咱先说好啊，我给你修完热水器，我立马就走啊。怎么这么快到我家？怕？我问心无愧，我怕什么？那要是我问心有愧呢？你问心有愧，那修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得试试好没好呀？要是没修好怎么办？那我在这干嘛？我在这干等着呀，这太无聊了吧？要不然，好了，我等着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没有修好，这有什么不凉的？凉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去看。哎，我说没修好就是没修好，你快把衣服给我拿过来。哦，衣服给。怎么了？那有点冷，头有点疼，你帮我端点水吧。行，快不感冒了吧？水我给你拿来了，放这儿了。你待会儿起来赶紧喝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忍心我一个人在家吗？我现在特别难受，我浑身发冷。冷？会不会发烧了吧？这没事啊，我去给买药，等我一会儿。你人就不要去了呗，正好是想去挂号给手机上的叮当快药好了。那我等你叮当小哥来了，我就走啊。哎呦，我头疼，要不然今晚上你留下来陪我。那都不，我这也没睡衣啊。那我拖鞋也没有啊，你都准备好了？那我去个洗手间总可以吧？那你快点回来呀。哦，没修好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太多了，我明白了。完了，千总这是有计划不让我走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打个电话找人过来求助。哥，你快来救我，我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哎。洗完澡了吗？你人揍的谁？不是哥，你给我帅啊！我现在穿的怎么样？够不够正式啊？你爸会不会喜欢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对我这么好，我爸肯定喜欢。来了，叔叔好。哎呦，爸，你怎么才来？你咋在这？我给你留了。在这。女儿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跟他分手，你怎么就不听？爸，李红他对我真的挺好的。哦，那个叔叔，你想吃什么？您告诉我去点。你别说话，我问你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房子、车子，你有吗？我现在还没有，不过将来我觉得我你没房没车，我估计存款也没有多少。外边那么多女孩你不追，你偏缠着她不放，你是不是想着将来让她养你啊？你想什么鬼？不是。哎呦，爸，你越说越离谱了，李红他都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你看看，我女儿跟你在一起，变成啥样了？现在都快顶撞我了。爸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要跟他在一起。你，走。天赐，你别怪叔叔，他只是担心你啊。我知道，可我就是不想他那么说你。哎呦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彼此，叔叔总有一天会同意的。走，我领你去个地儿。你带我来干嘛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千岁，这是我前段时间绑定身份证为你定制的第二钻戒，代表了我这辈子只爱你的决心。不管有再多的阻挠，我都会艰难走向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们会找叔叔吧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跟家里闹矛盾，想娶你我是认真的。你们在干嘛？叔叔，这个是我的承诺。什么？来炫耀我女儿违背我要嫁给你吗？不是的，叔叔，这是男人一辈子只能定制一枚的第二钻戒。我们来是想告诉您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千岁，她就是我的唯一。叔叔，我知道我现在不够好，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能给千岁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哎呀，爸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就是想让你祝福我们俩。个头不行，这小子哪来那么多钱？不愧是你给他的吧？爸，人家李快乐一直都有自己的公司，效益特别的好，是你误会他了。臭小子，也算是勉强的配上我女儿。记住，你要敢对我女儿不好，立马给我滚蛋。是叔叔，那现在。